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如果没什么事，你就先回去吧。余薇，我们俩这么多年了，你这么冷漠，冷漠吗？你当初决定抛下我去找林欣桐，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嫁祸给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自己冷漠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可就伤心了。赤山，你就别再假惺惺的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以为是我在帮你出主意，你在帮我对付林家。但是我最近才发现，我一直都是你手里的一颗棋子，我可真傻。你可不傻，你一发现我不可靠了，就马上投靠了齐墨瑶。论审时度势，可没人比你厉害。怎么会？池山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会投靠他呀？那我不是把自己给兜进去了吗？以为你学会骗我了，这样可不行。你要知道，我自己的那间公司只有你一个人知道，法人都不是我的名字，秦慕瑶怎么会注意到？他这个名义上的大股东根本就没有管过洪富的事情，洪富那么多合同里偏偏就发现了这一件。如果不是你说的，那你告诉我他是怎么发现的？池山，你放开。好，既然你不想说，那你解释解释另外一件事情。夏雨薇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给我的那张监控卡今天为什么被人复制过？池山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卡被复制过怎么可能被看出来？你不知道看视频的详细信息会显示最后的修改时间吗？你怎么，你既然敢告我的密，就不应该担心会被我发现。夏雨薇，我就是太相信你了。没想到你会因为他背叛我，看来是我错付了。备份呢？把卡给我。深山，备份我真的已经删了。你还想骗我？我真的没有给他。我现在去拿给你看。你看，
为什么要喝酒啊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好久没有一起喝酒。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喝酒吗？你故意把我灌醉，结果你根本没醉，就是在骗我。我可没骗你，我只是说我喝多了，没有说我喝醉了。强词夺理，你就是想占我便宜。我要是一开始就选择彻底相信你的话，说不定现在我们已经把池山送进监狱了。放心吧，很快就要结束了。池山已经失去他的一切，等我再拿到他那些证据。不会再有了，秦梦瑶。池山已经把所有的证据都毁了，留下的都是对你不利的证据。秦梦瑶，之前都是你保护我，这次换我保护你。